个步骤是有点像机器人的步骤。没感觉。不，机器人不就这样走的吗？这个胯关节是那种一抖一抖的那种类型。嗯，老师，这个是以前我上学舞的时候没学全。啊。你是来自于哪儿啊？我来自于气球。气球装得下你吗？汽车人的气球。哦，气球是吧？啊，对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老大擎天柱给我的能量盒。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吗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无论如何，非常欢迎你的到来。你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吗？老师，哎，我的发型没乱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90后是不是有点失望？蛮好的，胖乎乎的。